始有帮你澄清说你当初没有打汪小菲。哈哈哈哈哈！所以到底有没有说拍照就好？应该没有打汪小菲，要不要再澄清一下？拍照，有没有约好？其实警察也不知道，因为他的行为还没有达到对警察施暴、强暴、胁迫。所以原则上我们也是对于这些尽量劝这种事情，就是让法院去做判决。没有闻到什么酒味，他们的身份其实我们也不知道，一个女生，一个男生，不是闹事哦，他们可能是类似他的随行助理或者好朋友。我警察是踩在那条法律的线。今天大 S 有帮你澄清说，你当初没有打汪小菲。哈哈哈哈哈！到底有没有说拍照就好？应该没有打汪小菲，要不要再澄清一下？拍照。